喂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0714，按对一般的按对打这个 ，wait time 也不会太久，就算这个有沉默，我们试个几场之后，看看提管队怎么样吧。现在进来的队伍是一个风气伤跟一个暗背水，看看哪个伤害高吧。我好像没有挑武器，不过应该没关系吧。我等一下看一下武器，好像我开场没有贯通，至少开场有贯通。啊，来看一下伤害，看谁的伤害比较高。好，然后等一下这个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伤害最低的？然后中石郎是伤害最高的，虽然说我是没有带那个武器啊。好，先这样吧。那我们来抽个那个黑猫吧。我只打算抽十抽，剩下的抽我要留给下一期的泳装时。啊，祈祷出黑猫吧。然后心中一直默念着黑猫，对黑猫有那个敬意的心。我已经把右下角的贴图啊头像都换成黑猫，所以祈祷这次能出黑猫吧。吹猫是抽中大奖，我前几次的每日十连好像共估了不少次，所以这一次应该也蛮有机会抽到一个五星的。哎，新的很大的武术家，站出来黑猫。哎，那个刚刚一直没有的露娜现在出来了，我等一下回头再试一次那个按摩女的队伍。哎，最后两抽哎，黑猫，好，弹珠台就可以了，弹珠台，好吧，没有就没有，哎，不小心按到，我队友的这个队伍好像比我强哎，来，我们换成他的队伍，这样就跟他队伍很像，如果他输出还是比我高的话，那就是练的问题。不过我角色应该也差不多都是练满的。他这应该差不多打过，再对比一下我跟他的伤害。好，等一下我要换那个按摩女队看看，那这样我伤害就比较高哎。他的队伍果然比较好用。好，按摩女，那个在里面的队友不好意思，等我换一下队员。好，来比赛，三个不同的队伍，看谁输出比较高。哎，不过他这个还是有带黑猫的。哎，我好像没有调武器耶，这样没关系吗？我发现我有贯通效果。好，试完这场之后，我们可以试试看踢贯队。哇，他这个闪亮亮的好酷哦，好像一堆钻石，还有那个招式。感觉他们伤害很高哎，两个有黑猫的感觉就打超多了。黑猫加了几张超多。哎，但是我是输出第一耶，而且我还是带错装备的情况下，哎，是不是按摩女最强啊？可以的话，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冲云梯吧。我组一下队伍，啊，差不多长这样。试一下，那0429，如果有人可以的话，帮忙组一个。我变这种工具人队出来，哎，这个有麻痹就可以了，而且它也有很多 buff 的东西，这个可以。好，这样子打一次看看，希望一次就成功。成功的话，我们就换队。武器放什么其实没什么差，主要就是工具。
你把爱带走就带走吧。两组重光也可以啊，这样 break down 啊。哦，打出来了，但是可能我冲云差一点点满等，所以再多两下就打死啊。反正冲云的替换队长这样感觉踢起来也蛮顺的。好，接着换下一队试试看。好，组一下女仆泰姆，那之后可能会持续用这个泰姆那个女仆吧，感觉女仆是比较多人喜欢用的替换队。好，那再一次我们出发。哦，这个血量直线掉下去。我伤害好高哦。啊，我们是一场雷龙的，但就把替换队都试完差不多。如果你是没有带进来的话，你的配队会长这样。这个我们要来试一次。雷龙的替换队用左上角的队伍，或者我画面上这样的队伍。这个就是雷龙的机关配置，出发。为什么他四 C？ 我这个科学家丢不出他的那个药品，不过应该没关系吧？他 break down 了，重点是为什么科学家没有丢出来？啊、算了，打过了。不管如何，我们打过了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吗？那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替换队啊？女仆、丛云跟雷龙这三个。但我感觉那个女仆的爽感跟成功度好像都比较高一点哦。159C2，我看你是用什么队伍进来，我就用什么队伍。这个因为不会 break down， 所以用这个替换队打不出我们要的那个伤害，因为他这个不会所有人都开到技能。应该这次我们把体力打完之后差不多结束，比较少看到黑猫队，因为感觉抽的人好像也没有特别多，所以大部分都看到的是堕天跟废水。哇，堕天打出好多伤害啊。刚刚那个是不是用一个奇怪队伍的人伤害最多？这个 TV 除开口他伤害好像是最高的。我刚刚好像瞄到一眼，他伤害是最高的。怎么样，发现这一队才是版本答案吗？伤害最高的队伍。那个大家记得，如果有空的时候帮我填一下5000订阅的 Q&A， 如果想要的话，可以直接在这个影片下面或者我的贴文下面留言。谢谢大家。哦，记得帮我冲5000订阅，还没订阅我的记得要订阅一下，因为我的订阅比跟没有订阅比，好像是上一月还是98:18，这月大概是80多:10几，所以感觉没订阅我的人蛮多的。大家如果没有订阅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一下啊。然后看一下那个用席安的人是不是打出最高伤害？如果是的话，可能他的队伍，你看这个队伍打出的伤害最高，这个才是版本答案。刚刚大家有看到他的队伍吗？伤害最高的队伍竟然是用席安当队长。好啊，我们体力差不多用完，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。今天能打的都打完了，然后这个卡池也抽过了，虽然没抽到东西。下次直播可能是永琪吧，或者有其他活动再直播。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。
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记得帮我点赞订阅，然后帮我填一下这个问卷，大家拜拜，谢谢，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